会。你看到这里有一条美食街，对我这种吃货来说，你看美食街，经不起诱惑了，进去看一下有什么美食。啊，有没有巧的？酸辣粉、麻辣粉，好吃的酸辣粉啊，鲜肉的红薯粉。给他看完，小七吧，小六，等一下吧，再逛逛，看看有什么好吃的。臊子面，一锅全部是辣椒油的。这边呢，全部都是以面食为主。这边吗？这边有羊，就是这个。啊，来羊肉串。哦，18是吧？啊，你们那边有没有那个东西？有。你们看看，这个特别好，现吃现做的，你看，你看好不好？好啊。是吧？这个特别好。我有篮子，有荷篮子，有荷篮子。啊，七块。来，铜板肉夹馍、豆花泡馍。来，尝一下这个肉夹馍。喂，我还是第一次吃肉夹馍。确实很香。分享要不要来一个？不要，面食我的吃不习惯。这边主食都是面食，你想吃饭找不到。我还是吃饭好吧。这里面肉的分量还是很多。咱要做好工作啊。终于尝了一回陕西的肉夹馍，确实不错啊。好了，这视频呢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观看，下期再见了。